今天要来去一间挺台湾的店。所谓好望角，就是台南市政府吼，徐天才在做市长的时阵，将着真侪即个多出来基地吼，跟捐出来做小公园，所以台南就有很多小公园。一行啊来，无好吹。这条巷子呢，有真侪卖食的吼。无唔对，就是伫遮，真好哦。这间啊，算起，伊在南盛价位较悬一点点。伊是报章杂志的报道，非常的多。这瓜子的话，就是头家因爸爸啦，卖哦。韩鸡饭，看这嘴行你要看，挂150两两。对，我食这人参鸡汤来，较正好看的。啊，整个套餐啊，呢？这样，哦，对，加这个，再一个甜点，还有一个柠檬汁哦，再加这个哦，哦，安尼150，啊，我今晚加100块，我今晚我谁？130，130呐？不是啊，我的加这三样才，还有一个甜点，再加100块，一二再加一个甜点会100块，再加100块，再加100。150再加100的250，哎，会好啦，哎，云吞汤面，这是香港做法。您这吃的就是煲仔饭，嗯，这楼下拢是书房，底下地下室。真多书籍，也就是讲，下晡时其实蛮当谈在啉咖啡啊。这边啥？茉莉花茶冻。茉莉花茶冻，边其实是叶菊人带我来的吼，过来了后呢，我家己嘛常常来。那么这间上名的是煲仔饭加海南鸡饭，真多新台海鲜拢来这享用吼。啊，今来呢？来信多好头家，我伫，我偷偷的拍摄，啊，意想不得，多谢收看。